狗拉白色的屎怎么回事？张安谷，职业兽医师。狗的粪便颜色异常，除了跟狗进食的食物有关系，还与胆红素、粪胆源等多种体内色素有关。如果狗拉白色的粪便，主人可以尝试给狗狗更换一种食物，并观察狗狗的粪便颜色有没有明显的改变。还有可能是因为狗的粪便中缺乏粪元素，所以整体呈现灰白色。这种情况很可能是因为胆汁的产生较小，胆汁的排出受阻，常见于胆囊摘除、胆管阻塞等情况。如果狗同时有呕吐、黄疸等其他异常症状，建议主人及时带狗狗到宠物医院就医。严重的胆管阻塞常见于寄生虫感染、胆汁淤积、胆管结石等情况，可以通过血液学和影像学的检查。不过治疗方式基本上只有手术，之后还需要定期复查。